心疼他守了两年活寡，心中都萌生了想把他抢过来的念头。大山见这么久都没治好自己的病，知道再这么下去他真的守不住侍奉了，于是他把黑塔叫过来，提出了一个荒唐的要求：穷人点妻古时候就有过，可我又舍不得让云凤离开我，黑塔兄弟，请你上门拉帮我几年吧。黑塔一听立马就不干了，他怎么可以跟师父共用一妻，这事他可做不出来。拉帮套是贫困山区的一种民俗，一个家里的男人生了重病后，就会再找一个强壮的单身男人上门，承担起养家的责任，同时单身男人也可以分享家中的女人。大山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让黑塔到他家来帮着干活赚钱养家，同时也可以占有侍奉。黑塔是个有道德底线和原则的人，自然不愿干这种事。这时屋外突然传来了吵闹声，侍奉出去一看，发现是村里的几个二流子，他们早就觊觎侍奉的美色和身子，竟然当众调戏起他来。跟出来的黑塔看到这一幕，急忙冲过来保护侍奉，随后拿起一旁的棍子把这些二流子打得落荒而逃。黑塔这才知道为什么大山哀求他上门拉帮，当晚他决定留下来守护侍奉。大山见他愿意留下来，便趁热打铁让侍奉当晚就跟黑塔睡一个炕。黑塔虽然答应留下来，却没有占有侍奉的心，抱着被褥去旁屋将就一夜。接下来几日尽心尽力地帮大山做着事，大山也不想让他帮忙，提出他要是再不接受侍奉就走了。这话一出，黑塔知道今晚必须得发生点什么了。深夜女人辗转难眠，因为她的丈夫让她去另一个男人床上睡，女人只能顺从他的意思。就在他们正要进入正题的时候，丈夫突然反悔了，他故意闹出很大的咳嗽声，终止了他们的情事。次日他叫住妻子，他左下耳没给你那个，哎呀，他要是老不碰你也拴不住他的心，知道不？你这种男人撒泡尿欠死得了。瘫痪丈夫魏大山不能赚钱养家，只能让徒弟黑塔上门拉帮他，帮他挣钱养家，帮他睡妻子侍奉。本来昨晚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，黑塔马上就要抱着侍奉水到渠成了，却因为大山的咳嗽终止了一切。如今又好意思的让侍奉去山上给黑塔送饭，让他好好抓住黑塔的心。侍奉想起昨晚黑塔丢下他走了，问黑塔是不是嫌弃他不愿意跟他那个。黑塔一听慌了，他根本不是那个意思，侍奉如此美貌他喜欢都来不及，可他实在无法当着大山的面跟他缠绵。他要是行，我早给他生个一男半女的。这话一出，黑塔再也忍不住了，他怎么忍心看着心爱的女人守活寡。俩人抱着在雪地里翻滚，将昨晚没做完的事情继续下去。有了这次的肌肤之亲，让黑塔全心全意留了下来，承包了家里所有的重活累活，担起这个家所有的重担。除此之外还经常带着大山出去看病，之后还帮着侍奉伺候大山换药。眼看着日子越过越红火，大山却开始不满意了。这段时间他眼睁睁看着他们越走越近，生出一种自己被抛弃的感觉，于是他开始时不时把侍奉叫到自己炕上睡，但他失去了男人的能力，只能用其他方式折磨侍奉。黑塔听着他的声音十分心疼，却只能懦弱地拉上帘子，然后把心中的怒火全发泄在树的身上。突然家里的狗找到他，撕扯着他的衣服，他以为是家里出了事，急忙赶了回去，结果走到院子里却听到了大山在训斥侍奉：你的身子我管不住，可你的心不能随了他。而此时的屋子里，侍奉正在为黑塔辩解，说他为这个家尽心尽力，大山应该懂得知足和感恩。这番话却惹怒了大山，要没你这狐狸精勾他的魂，他能像狗似的待在咱家不走。屋外的黑塔听到大山竟然这么说自己，觉得自己的好心全都喂了狗。随后屋里还传开了侍奉被欺负的声音：恨死我了，你怎么发狠呢？你疯了你，你个超人。黑塔再也忍不下去了，他冲进房间把大山摔在地上，把侍奉解救下来，随后又冲进厨房拿出一把刀，想把大山解决掉一劳永逸，却被侍奉死死抱住。最终他收拾好铺盖准备离开这里，侍奉劝也劝不住，只能送他离开，留下大山坐在地上捶着他那天废腿哭天喊地。屋外是截然不同的景象，侍奉告诉了黑塔一个好消息，他肚子里已经有娃了。伤心的黑塔突然高兴起来，不用说也知道这孩子是他的。为了侍奉和孩子，黑塔还是留了下来。回去后他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大山，大山也很高兴，这个孩子的到来让他们暂时忘却了之前的不愉快，一切又恢复了以前那种其乐融融的日子。随着侍奉的肚子越来越大，大山却有了自己的心思，趁着这天黑塔带他出去看病，他说出自己是一家之主，希望这个孩子随他姓。黑塔沉默了一会儿还是答应了，只要他能继续守着侍奉和孩子就好，其他的他也不奢望了。很快到了侍奉临盆那天，可是却出现了意外，侍奉大出血接生婆让他们赶紧把他送医院去。黑塔急坏了，连夜拉着板车送侍奉去了医院，可医生却说他带的钱不够，做不了手术。黑塔跪在医生面前苦苦哀求，承诺日后一定把钱补上，医生才答应。手术很顺利，母女平安，一晃七年而过，他们的女儿参花长大了。这天星冲冲跑回家，要带大山去泡温泉，说可以治他的病。神了，眼镜都穿开了，听说摊巴洗完都能走道了。
大山高兴极了，激动地把她抱进怀里，心中虽然不幸，却也欣慰于女儿的孝顺。怎么一个孝顺法？我养你老，送你终，给你买副好棺材。你这不是种的地找点死吗？人小鬼大的餐花逗得大山哈哈大笑。此后餐花经常用爬犁拖着大山去泡温泉，没想到几个月过去，瘫痪多年的大山竟然能直立行走了，这无疑是一件大喜事，一家人都十分高兴。可问题也随之而来，深夜女人坐在炕头，不知今晚该陪哪个丈夫入睡，最后还是小丈夫先开口：我和申花在北炕，你去南炕睡吧。女人顺从地去了大丈夫炕上，很快就传来了他们恩爱的声音，这让小丈夫心里很是难受，但没办法，谁让他是后来的呢？日子就在二女一男中度过，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村里妇女主任找上门，告诉他们如今推行一夫一妻制，请他们尽快结束这种混乱的关系。女儿好奇地询问什么是一夫一妻，侍奉原本想含糊过去，转头又问起他更喜欢老爹大山还是更喜欢小爹黑塔。妈跟谁我就跟谁。那你说妈跟谁呢？我不知道，知道了也不说。其实这话不仅是问女儿，也是问她自己。本来她跟大山是一对夫妻，后来大山出了意外，便请黑塔上门帮衬，三人就这样搭伙过起了日子。如今大山病好了，政策也不允许，大山最先出来说话，明里暗里告诉黑塔他该离开了，可黑塔哪里舍得离开，于是说这是应该让侍奉来做决定。一个女人身子能分给两个男人，可是心分不成两半。最终侍奉选择了把房子前土地全留给了大山，他和黑塔带着女儿净身出户，大山哪里会愿意要强留侍奉。可侍奉挑明了告诉他，即使他留住了他的人，也留不住他的心，并说明天一早就去公社办离婚手续。没想到次日一早，大山就假借送女儿上学为由，带着人躲了起来，随后还让人给侍奉传话，只要他还想要女儿，就必须留下来跟他在一起。女儿是侍奉的软肋，他自然舍不得，可他是个独立的人，他爱着的男人是黑塔，俩人在屋里情意绵绵。躲在屋外的大山听到了一切，终于明白强扭的瓜不甜，最后他把女儿放了回去，让他和侍奉黑塔一家人团聚，他则独自一人带着行李离开了这里，去寻找他的新生活。